一条梦，为何梦醒变成梦？为何阮的心肝内只有只有你一人？小路永远相依，啊，过去的一切，啊，过去的恋情，已经完全变无味。孤孤单单一人站在站在路边，心情茫茫，不知要对要对倒位去，因为在一个所在，总是会。这边一样，其实我也听你唱歌唱了很多很多很多首歌了。我觉得，以这首歌来讲，就是安全。我觉得很多的细节没有去做好，我觉得你要去听很多的细节，包括很多的口气。然后你去一首你要下一次你要唱一首歌的时候，去好好仔细的去听每一首歌它的口气是什么，它的歌词讲的内容是什么。搭到放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表现这样的口气？如果说你会加了一点口气，你自己的想法进去的话，我觉得才会有这个塞贝西亚的你自己的感觉。所以你要去想到的时候，想到的是你接下来要唱的每一首歌的更多的细节是什么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李小老师，来，我们这节目得冠军不重要，是留着睡久了最重要啊。然后这首歌呢，我已经觉得你有抓到一个秀场的感觉。啊，什么叫秀场的感觉？就是说。有一些特色，那个点是在让我们有爽度的。比如说你唱这个歌，你看你这样子，这样移动了几次？应该两次。两次，十几次。已经完全变无味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特色。你知道以前在秀场啊，就是你要让大家产生共鸣啊，这个特色点很重要。我觉得这首歌哦，我有听到你一个感觉，就你在这个舞台站久了，你已经学到一些功夫了。已经开始哦，知道怎么去抓到一个歌的一种投射的方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